空中子弹 KO 车手，冲落山冇得斗。踩车落山，全世界佢最快啦！佢叫 G. Atherton， 攞过世界落山单车赛冠军。不过有人话要挑战佢啊，喺呢条弯弯曲曲嘅山路斗快落山。唔好睇小佢，佢有个朵叫空中子弹，佢最拿手就系呢一招啦，俯冲飞行。时速可以超过380公里，快过子弹火车噶。呢只世界上飞得最快嘅大雀叫游隼。为咗令佢肯比赛，阿 G 就将啲脷放入个绿色袋仔度。游隼闻到阵味就会追住佢啦。喺比赛期间，阿 G 唔单止要避开只游隼，仲要冲落凹凸不平嘅山路，真系少啲技术都会扑死噶。宝贝，我闪。不过只游隼都唔输蚀噃，好准确咁一下就拎走咗啲泥。呢粒空中子弹又名花狸鹰，系昼行性空中肉食猛禽，七大洲都揾到佢哋噶。原来香港都有佢哋嘅踪影，不过早喺50到70年代，游隼嘅数目曾经大量下降，原因系当时全世界都好流行用有机氯农药，特别系 DDT， 有毒化学物质经食物链进入游隼体内，令佢哋中毒兼胆壳变软。好难先孵得出 BB 啊！佢哋嘅数目仲锐减到成为濒危物种添。好在 DDT 喺1972年被禁用，加上各地嘅保育繁殖，数目慢慢增加翻。喺1999年8月就唔再濒危啦。依家大概有50只游隼喺香港度住。好彩嘅话，香港市民都可以见到呢种飞得咁快嘅雀仔啊！